春天正式到来后，人们的穿着搭配发生了明显的改变。很多男士抛弃了厚重臃肿的羽绒服，开始准备起春日穿搭。不过男士们准备利用什么服饰征服春日呢？卫衣、牛仔外套、夹克，还是皮衣？或许很多男生还会以基础百搭的卫衣为主，可是总感觉缺少了些新意。还不如常个性高级的黑色皮衣。相信小编，不管什么时候，皮衣都是不过时的存在，同时还能将男性的成熟魅力很好的展现出来。如果你完全的了解皮衣，就可以发现，皮衣包含着很强的个性感和力量，同时还带有神奇的魔力，可以将男性硬朗有型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可以说，皮衣就是型男的必备品。很多男生在追求时尚的时尚，害怕自己的穿搭娘气。那么不妨选择皮衣，相信在展现男性魅力和男人味上面，没有什么单品比皮衣更加合适。可能还很多人觉得皮衣是中年男性专属。实际上皮衣的包容性很强，只要你弄明白皮衣的穿搭思路，那么即使是年轻男生也可以将皮衣穿出帅气感。高级男士不能拒绝的皮衣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？快跟着了解一下皮衣的穿搭思路。一、个性感设计。基础性皮衣的确很容易带来老气感，可以男士们可以凭借皮衣的包容性增加些能展现个性感的设计。通过增强皮衣的设计感，就能更好地打造出洒脱帅气感。比如说，整体利用银色拉链进行点缀，金属元素的加入能增强皮衣的力量感和男性魅力，还可以选择些独特个性的图案进行点缀，像是骷髅爪在领部进行小面积点缀，更能增强服饰的个性感。二、黑色皮衣。如果让小编推荐皮衣，那必定是黑色皮衣。不管多大年纪都可以穿出高级独特感，同时还能通过版型设计改变皮衣的风格和感觉，选择适龄的版型就能将自身的魅力展现出来。同时经典的版型还给了设计感足够的发挥空间，甚至选择镜面版型都能展现出高级感的黑色皮衣，谁能不爱呢？三、基础性单品。黑色皮衣自带很强的吸睛效果，除了个性的设计感外，皮质面料的光泽感同样能增加皮衣的吸睛效果，所以和基础性单品搭配的效果就很经典高级。比如说，黑色皮衣搭配黑色衬衫，打造出成熟且个性的感觉，两种不同风格的单品搭配，还能打造出混搭风的效果。选择黑色皮衣还不需要担心沉闷感，即使全黑穿搭都可以很时尚。所以说，在春日到来之际，不妨给自己准备件黑色皮衣，展现自身的帅气、有型和成熟感，必定会非常迷人。提升男性魅力的单品找到了，个性且高级的皮衣造型来袭，快来学！